開嚟見完樓，仲要開嚟見埋地先得㗎。所以今晚咧就真係勞煩啦，許經理真係要有啲見地啦，落少少見地出嚟。因為點解呢？因為咧，我哋呢一個俗稱土地大辯論，實質上咧應該個正名咧就叫做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參與活動咧，就交咗報告啦。咁啊，坊間亦都有好多嘅討論，但係而家大家睇緊咧就係大辯論 2.0，因為阿黃遠輝而家係咁講嘢，其實有少少隔空咧，就同阿特首好似做緊一個辯論咁樣嘅。係，咁我出緊招啦，係嘛？咁啊，特首都要聽牌嘅，係嘛？除咗係唔同嘅組合之外，組合個數字都好有趣。呢集其實係咪要叫開嚟見地添啊？係啊，開嚟見地，但我有冇見地？你又好有見地啦！我見地我啱想講，係咁咧，但係老實實地呢樣嘢咧，我同你就唔單止感興趣啦，坦白講都落咗少少心力嘅。同埋我覺得應該係開嚟見真章啦，真係，因為嗰個土地專責小組嘅報告咧，就喺2018年12月31日咧就交咗俾行政長官啦。咁然之後咧，就傳媒就係咁訪問，即係小組主席啊黃遠輝啦。咁啊，黃遠輝亦都答咗好多嘅問題啦。咁我哋覺得咧，即係與其問阿黃遠輝咧，不如觀察阿黃遠輝咧。其實咧，其實係有我覺得其實佢都係現代令狐沖嚟嘅喎。哇！我見到嗰啲，我覺得當劍勢啊，咩劍勢啊，啲劍點樣射埋去咧，係嘛？佢都一個萬劍。我哋咧今晚咧就想同大家拆解呢個黃遠輝密碼，即係好似達文西密碼咁。其實佢講咗好多嘢咧，都係叫做硬咗呢屆特區政府，甚至乎俾人感覺佢硬啊林鄭月娥啦。我覺得微言大義嚟㗎喎，雖然我係基督徒啦，但都要做下呢啲萬佛朝宗嘅動作。即係譬如佢話喂，政府即係即係佢意思係話政府催我哋交報告。咁唔該，佢都快啲表態啦。當然佢又唔敢直接催政府啦。但佢意思就係，如果我即係見到政府快啲表態嘅，咁都等市民覺得，我原來政府都好心急嘅。拍檔話你唔好吊打印咁耐，佢有筆數噶嘛。係係個點心紙，你要我盤點計咗你嗰個係嘛？蝦膠幾多錢係乜嘢？小籠包幾多個？咁啊，18個選項咧。就唔使睇曬嘅，因為最後咧呢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咧就係提供咗3+5，總共8個選項，3個咧就所謂短中期 ，number 靚啊，然之後5個咧就所謂中長期，咁我就好鬼憎呢啲咁嘅短中期啊、中長期呢啲咁嘅官腔講法。你諗下咩叫短中期咧？就係10年之內俾到地嚟嘅，咁即係第八、第九、第十年先有樓住噶。然之後中長期咧就係你預可能10年過外，12、13年啦，當15年啦，就一路去到30年就可以做完噶啦。咁如果你話個小組報告係2018年10月31日交，加30年，其實去到2047，過咗47添喎，過咗47添，順利過渡。好啦，咁啊，嗱，我哋講咗3+5呢樣嘢，你一定要記住之外咧，第二樣嘢你要記住咧，其實少咗有少少咧，就去到尾咧就鬼拍後尾枕，就終於肯講。係講乜咧？原來咧未來10年咧，我哋係爭815公頃土地。如果你問小弟，我覺得打咗個7-8折噶咯喎。其實10年之後，其實每年即係大概用即係1000幾百咁啦。咁你所以你加埋嚟咧，即係10年，即係大概你預1000咧，其實好合理嘅。你呢啲咪有見地咯，咁都得。但你又要明白，官僚點敢跟你成1000公頃啊？打個8折，打個8折做到啊嘛，唔係永遠都要追落後啊嘛。但係嗱咁啊，起碼冇爭咁遠。其實你問佢，佢最好打個5折添，係咪？但係佢唔夠膽打個5折啦，假得滯，係咪？咁所以打個8折啦。咁嗱，你要記住喎，頭先我講咗啦，短中期即係未來10年，我哋爭800幾公頃土地啦。但係個報告咧，我數齊曬，一路數曬18個選項，未來10年咧冇咧，冇啊，一半都冇，323公頃土地。哇，咁個短，即係你當爭815億啦。佢俾到323億你，即係你仲爭成490幾公頃，即係呢10年之內喺用地點都唔夠，點都唔夠，都係要勒緊褲頭，點都唔會夠，即係我條22寸腰都係要保持落。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有少少嘥咗即係市民嘅時間嘅，其實短中期你點都唔夠㗎啦。你問我揀邊個做乜嘢啫？咁唔係嘅，有啲嘢係嘛，即係通常都係老細壓落嚟，唔係壓落嚟，老細交代個神聖任務落嚟，我哋永遠都係盡做咯。好啦，嗱，盡做，好啦。咁有咗呢個前設啦，咁我哋而家跟住再諗咯，有咗呢個前設，咁我哋計數啦嚇，咁即係冇乜節目好似我同阿許晶咁，即係一路物底算盤咁喺度撳嘅。係嗱，第一就短中期一定唔夠數，未來10年點都唔夠地。第二
就填海好大爭議噶嘛。咁於是乎咧，我就剁開咗填海，係同埋非填海、非填海嘅土地。誒，咁你見到呢個嚇數字有咩玄妙之處咧？果然真係啊，有高見啊，肯定有啲有預感啊。嗱，嗰個報告咧成日就話香港係長遠嚟計咧係唔夠1200公頃土地嘅。千二好易計啊！千二公頃土地，咁我就計咗嗰八個選項裏面咧，其實有三個都應該牽涉填海嘅，譬如內河碼頭要填海啦，東大嶼都會要填海啦，即係而家叫明日大嶼人工島啦，簡單嚟講就係、是。咁最後就是近岸填海啦，咁近岸填海嗰啲居民就會通常嘈得好緊要，你阻住我景觀啊嗰啲。唔計呢三個選項咧，其他嗰五個選項加加埋埋咧，有幾多少？開嚟見我。冇多冇少，啱啱係1200公頃啊！咁巧妙，即係話冇多冇少。嗱，小弟話公仔話出獎，即係話係咪阿黃生嗰份報告？唔係我啊，唔係我啊，黃遠輝啊，黃遠輝先生嗰份報告。嗱，當然啦，阿黃生、黃遠輝先生 Stanley 咧，佢都話其實呢個咧係一個主流意見嚟嘅，雖然未形成共識，但係主流意見，咁即係唔係佢個人意見啦。學你呢位黃生嘅講法咧，就係話你唔填都有千二，呢千二咧係啱啱好揼揼冚咧，就係同我報告最初想埋到單嗰個數係一模一樣的。哇！咁犀利，所以你話。當然我不敢話係做數啦，即係冇可能搞咁耐做嘅，冇可能。但係有即嘅意思，但係又好奇妙地咧，原來吳田海都啱啱揼揼含有1200公頃咧，咁咁係好大壓力㗎，點解好大壓力？即係就會話俾你聽，咁唔使填海啦。點解要抌錢落海啊？我咁唔會大壓力。第一係嘛，既然叫得做餐單係嘛，俾你揀，咁都起碼唔係 A 餐係 B 餐，唔係 B 餐係 A 餐㗎，係嘛？你唔可以火腿搭豬扒，豬扒搭火腿就當兩個餐。咁亦即係話咧，擺喺林太面前咧，你可以選擇，可以揀係嘛？甜就千二，唔甜又千二係嘛？兩個加埋咯係嘛？千幾加千幾係嘛？咁咪兩千幾咯。不過黃遠輝講咗一樣嘢都幾有智慧嘅，我哋開始拆解呢個黃遠輝密碼。佢其中一個比較有智慧嘅話，千二公頃係最少要求嚟嘅啫。即係如果你只係維持緊而家嗰種生活，係即係而家啲公園又唔夠大啊，又逼啊，跟住成日塞車啊，住嘅地方又細啊，我都起碼要千二。咁你就要千二。咁如果你話我唔想個生活，係維持喺呢種水平，我希望我改善生活質素嘅。係喂，嗱 ，Vincent， 嗱，我唔係咁，你就要填多啲啦。呢個古仔係真嘅，即係我去屋企對面跑馬地某私家醫院睇營養師嘅時候咧，佢係有1200卡、800卡同埋600卡嘅餐單俾我揀。卡路里係，佢話我揀600卡咧係會瘦得最快，但同時都會死得最快。咁我話算啦，我維持翻我2400。即係留翻啲 buffer 俾你，係啦，緩衝區。我都係食翻我嗰個平時2400卡嗰個。不過我而家咁樣去理解咧，就原來完全唔填海都啱啱得幸可以滿足到香港未來土地供應嘅需求。但你話最低啊嘛，係係嘛？變咗填海嗰個理解有啲唔同。但我嚟講，但我唔記，我都記得阿哥仔，你喺唔同平台都有講過，我哋唔係淨係要嗰個生存或者個居住空間，我哋個生活咧係嘛，你要改善係嘛，靚啲嘅公園，靚啲嘅圖書館，係啦，地啊。所以你講得啱，我意思就係話，即係話我哋去理解嗰個人工島咧，就變成係我哋有幾想我哋未來嘅空間大啲，即係如果個人工島填多啲，意思係代表咩呢？土地儲備多啲，咁所以同呢個即係私人地產商討價還價嘅即係籌碼就多啲啦，係將來啲公園可以起大啲啦，將來可能公屋都有機會再大啲啦，係嘛？路又有機會闊啲啦。如果你俾我仔諗嘅話咧，就其他人就逼曬喺個千二啦。咁嗰個人工島咧就係一個侏羅紀公園嚟嘅，島上面就可以擺好多好。係啦，甚至乎你覺得哦，總之現有嗰啲唔使填海嘅地咧，就滿足曬我哋而家啲即係逼逼夾夾嘅要求先。係啦，填海咧就愛嚟俾我哋想像下嗰個土地儲備攞嚟做乜？即係我覺得而家係有個新嘅諗法，因為嗰個報告真係好犀利喎 ，top 含做到千二。你要千二，我俾千二。喂，係咪就係今屆個白宮冇咗個發言人？喂，其實呢個咁嘅講法，我一聽就嗱，當然我係行內人啦，但我一聽就易明啲嘅喎。二分咗係嘛？二分咗係嘛？我哋維持基本嘅，我哋即係點講啊？係現有香港個生活水平嘅，我哋所需要嗰啲硬件、軟件嘅空間嘅，咁咪唔好填咯，係嘛？如果你係想係我哋嘅生活係嘛，有多啲想像嘅，多啲地方，多啲地方嘅。你睇我幾輕鬆，幾多空間係嘛？咁你就要填啦。咁於是乎咧，嗰個矛盾位就係話，
我係咪要為咗個公園嚟填海先？嗯，我係咪要為咗有多啲空間去填海先？嗱，呢個就變咗係環保議題啦。哇，你擺明就擅政府啦。唔係咁講，因為對於取捨啫，因為對於嗰啲郊野公園嘅捍衞者嚟講，就覺得最緊要你乜都唔好搞，維持住我個公園。香港嘅市民咧就有佢呼吸新鮮空氣嘅地方。嗱，不過咁。我就講漏咗一樣嘢，我覺得今次保衞郊野公園嘅人咧係贏曬呢場仗。點解？因為無論係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啊，作為一個即係長遠嘅選項定係即係短嘅選項咧，個小組都唔贊成嘅。哦，即係所以公園就郊野公園就唔搞噶啦。咁但係調翻轉頭最慘係乜咧？就係其實如果加加埋埋咧，有成2715公頃，其實我哋需要1200嘅，去到2700。咁所以嗰啲概念性選項啊，譬如話要搬走葵涌貨櫃碼頭啊，起啲咩交通樞紐嗰啲行人天橋上面起樓啊，填平個船灣淡水湖啊，或者甚至乎啲丁屋不如加建啊，睇怕都冇乜機會。你唔使咁表情對我，我鄉下喺郊野公園入邊起唔到丁屋嘅。係咩？哦，唔係，即係總之嗰啲。概念性選項就冇橋㗎啦，咁但係往後嗰個政治點樣做咧？點樣可以真係揾多啲地俾香港呢？翻嚟再講。開例見地，土地大辯論咧就好多人都有好有見地嘅，咁我哋就將唔同嘅見地而家就集中一齊講啦。咁樣自吹自擂都得嘅，因為有你喺度啫。唔係，咁但係我真係要恭喜下你先。哇，點樣？揸個手先，真係。點樣咁巴閉？因為個節目講土地大辯論，去到呢一刻。我哋都冇提到五個中文字，已經算係好叻㗎啦。倚天屠龍記咁都得，粉嶺高球場，哇，犀利！點解唔提就好巴閉咧？因為你諗下，有好多即係睇到我咁鬼低嘅你真係，我就係想講，唔係我想講太多節目，係淨係講粉嶺高球場，即係甚至乎有啲節目係特登全集就將個土地大辯論咧簡化為粉嶺高球場，支持或反對。係啦，即係變成就係喐佢定唔喐佢？係咯，即係叻就高球場，裝就係反對粉嶺高球場。陳淑莊同阿叻啊，即係好多好鬼老土嘅成件事真係。我話你死，我話俾攤人。咁啊，唔係唔關攤人事嘅設計問題嚟嘅。咁但係個關鍵位係在於，好似18個選項咧。關一個高球場，我以為你18個選項都係一個洞咁啊！係啦，就好似18個選項一個洞咁啊！啱啊，有見地啊！你呢句真係，但其實老實講，粉嶺高球場都只不過係18個選項裏面其中一個選項嘅其中一塊地啫嘛。嗱，光即係具體呢個選項，即係我哋未必要花好多唇舌啦。但我想點出點解我唔太提嘅原因咧，就係話我覺得你要講一塊地發唔發展啊，成日其實唔係淨係好似個報告咁係一個純數字嚟嘅，即係我哋做即係所謂土地經。就係啦，嚇即係 land economics 或者 urban studies 啊，城市研究咧。咁呢個你專項，有少少學識啦。咁就係同譬如我哋一般講其他，即係我哋經濟學想理解，你話講緊證券市場、金融最大分別咩咧？土地嗰個排他性好強啦，係嘛？我哋知道香港有兩大地產巨頭咧，都係姓新嘅嚇，新乜乜同埋新乜乜。喂，如果新乜乜投咗塊地，會唔會同新乜乜合作啊？如果 day one 去 bid 嘅時候咧，就有可能。新聯盟就會啦，已經係啦，聯盟就有可能，但係唔似股票啊，好容易啊，我賣俾巴菲特，巴菲特賣俾啊邊個咁樣就唔會互相持有對方。係啦，咁所以咧你話講高球場好，或者你講翻人工島都好咧，我哋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唔係話哦，你500公頃或者1000公頃嚇，你擺喺究竟係新界東北定係西北定係南咧？其實嗰個可以起到嗰個社會功能啊，係完全唔可以同日而語。所以嚇長話短説嘅就係我哋講到高球場嘅時候咧，其實唔係睇住人哋塊地有幾大，而係亦都唔係睇嗰度有幾多文物啊、幾多古樹，而係嗰度嘅交通啦嚇。嗰度其他唔同嘅配套啦，唔係話你攞咗笪地翻嚟咧，就一定咁高效。我成日都再講俗少少嘅，其實嗰度適唔適合發展咧，夠唔夠位鋪市渠都好重要噶啦。係，因為你污水處理廠係大問題嚟嘅，任何嘅新市鎮發展你都要搞掂個污水處理廠。咁你污水處理廠，你起喺邊度啊？係，係嘛？你起喺啲靚嘅綠色嘅地方，佢就喎。你明明將好青葱嘅山丘變成一個
擺屎尿的地方。但你擺近民居，你可能會便宜啲。咁但係冇人想個污水處理廠喺你附近。係呢個一個現實的問題啦。包括譬如我哋即係最大的一個新市鎮，譬如沙田咁，而家咧要用數以十億、百億計的成本咧，去將乜嘢咧污水處理廠搬入個岩洞嗰度。咁所以你發唔發展一塊地咧，其實有好多現實問題去考慮。包括我哋而家講得最多，其實呢個東大嶼啊、明日大嶼咧，其實都有同樣的狀況。我講一句啦，去總結即係粉嶺高爾夫球會呢塊地啦，即係大家好似即係十八個選項，其他唔理，淨係你一個選項裏面其中一塊地。其實最關鍵而家粉嶺高球場最關鍵係佢想保留曬成個場，咁你就話點解要咁霸道要保留曬成個場？局部保得唔得咧？咁我同大家講點解唔得？點解唔得？開估，其實咧嗰、那個平時佢而家話局部收翻嗰幾廿公頃咧，主力我嚟泊車，係泊咩車咁巴閉啊？就係佢搞嗰啲國際賽事嘅時候，係啲車就唯有泊曬喺嗰度。哦，咁嗰度話泊兩三日嘅啫。係，咁係咪為咗全年有兩三日要喺嗰度泊車？你就唔俾佢收咧？跟住你就話哦，因為如果你唔俾我喺嗰度泊車，我點樣擺嗰啲吊雞車啊？點樣擺嗰啲？我即刻入到嚟第一，我哋所有呢啲國際賽事嘅即係高爾夫球嘅建議咧，好善於行路嘅，係嘛？十八、三十六、七十二個洞都識行路，係咪先？有乜理由喺外邊嚇粉嶺上水行入嚟唔得啊？第二吊乜雞車啫？我哋梗係幫襯呢個係嘛大 X 嘅呢個無人機啦，航拍係咪先？航拍依家航拍機，成個人坐入去都得啊！所以根本就唔需要咁即係老舊。同埋老實講，我覺得班權貴怕麻煩啫。你想想過新農曆年就嚟，即係下個月農曆年啦嚇。佢過新農曆年，其實即係馬會嗰邊根本都借馬會多人飲茶啊嘛，過年馬會都借粉嶺高球會，而家話收翻嗰塊地嚟泊車㗎。哦，所以其實你真係要搞活動，咁你咪馬會借翻泊車嗰啲位，禮尚往來，俾翻粉嶺高球會咯。唔係呢個先係關鍵嘅問題，同埋呢個先係解決問題嘅方法。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啊，用你嘅講法，我哋成個十八個選項淨係關注一塊地，梗係你講嗰塊地啦。人工島嗰塊地啦，嗰塊地大咁多，填千七公頃喎。冇錯，即係我哋即係訪問特首嘅時候都有問過相關問題啦。就話其實咧，從我哋即係土地規劃或者城市發展嘅角度嚟講咧，最低限度係分五層嘅，五深嘅，大家都明。第一，梗係有生活願景啦，即係Vincent成日提嗰樣嘢。第二咧，你喺呢個生活願景之下咧，有我哋嘅人口政策嘅。譬如究竟我哋係要即係令到我哋嗰、那個即係家庭團聚做得好啲，定係令到我哋嗰、那個即係譬如人口唔好咁老化嚇？第二層。就係呢個即係所謂嘅人口政策啦，咁跟住咧。有啲咩咧？人口政策之下咧，你有個產業政策噶嘛，係嘛？你支持啲咩產？譬如依家我哋香港成日話個城市老化，其實城市老化，小弟就成日覺得咧，擺喺大灣區嘅呢個視野下邊咧，其實係一個機遇嚟㗎。即係如果我哋香港成為全中國，尤其係華南第一個城市，可以透過我哋成個城市設計嘅更新啊，解決到即係老人家居住同埋安老嘅問題咧，呢個係一個產業嚟㗎嘛。然之後下邊咧，先至係城市佈局，城市佈局下邊咧，先至係講緊造地計劃嘅。咁所以咧，長話短説，逐級逐級啦，係啦，逐級逐級嚟。咁所以咧，長話短説嘅就係咩咧？東大嶼嗰個島咧，好似我問阿林太咁樣，我就覺得咧，佢用嚟點樣樣咧？作為我哋尖沙咀，作為中環嘅延伸咧，即係發展我哋傳統嘅呢啲金融業啊、專業服務啊，呢一個功能係有嘅。但係如果我哋想發展咩咧？譬如我哋想發展呢個生物科技，或者我哋要發展呢個 I T 業，係嘛？你就冇辦法咧，唔向新界東、新界西嗰邊去有個新嘅拓展。我同意嘅，事實上我亦都覺得你好彩，借今日再講多一次。因為大家咧喺度討論阿林太個訪問咧，就淨係喺度話佢覺得自己做得好稱心滿意啊，又話自己做得好辛苦啊。咁佢有權咁做嘅。佢有權咁做，但係我哋嘅香港就係唔知點解大家淨係關注佢做嘢辛唔辛苦。係。咁當然我哋問佢有啲乜嘢即係做嘅期間要記得嘅嘢，咁佢就咁答啫。但係個關鍵，全個訪問我覺得其中一個關鍵就係佢真係你問完之後，佢第一次將明日大嶼個藍圖比較清楚咁講出。哦，冇錯。而佢講出嚟清楚。過佢當日講完施政報告之後答記者添嘅，嗰日佢講得再清楚啲嘅，同我哋做訪問。同埋最重要嘅唔單止佢將明日大開起到個作用啦，同埋其實當時都承認咗咧，許晶此君講嘅嘢咧都係似言非虛嘅，即係佢嗰個局限，佢唔能夠成為一個新產業嘅發展。唔係佢或者以前都講過，但你問完之後，佢正正式式好清楚咁講，呢個係第三個 CBD 啊嘛，係啦，第三個主力嘅商業區啊嘛，咁佢就話中環就冇得搞啦，一定係中環。第二就是起
棟九龍東，第三就明日大嶼啊嘛。咁所以承接翻我哋即係上一節所講咧，即係嗱，我哋當下唔使填海個千二係維持我哋基本個生活同埋人口增長。係啦，我哋嘅新希望咧，如果你係擺喺呢個明日大嶼個人工島啦，係啦，人工島上面咧，小弟嘅意思就係話咩咧？就係話誒，如果我哋多咗呢個鋪面或者多咗樓面係嘛？你知道香港我有好多嘅即係所謂嘅即係好多金融業啊或者專業服務其實都係外資行嚟㗎，係咪？咁佢有喺明日大嶼之後咧，佢起多咗，即係佢多咗寫字樓嘅面咧，咁佢下邊請嘅人，尤其中層同埋基層係咪多咗啊？咁我哋年輕人上流嘅機會係咪多咗啊？咁呢方面你好話，哇！許晶你幫政府賣廣告啫，我有個彈嘅，個彈就係話咧，傳統同埋金融嘅產業係得。如果你真係要做創科，真係要做文創咧，你離開咗新界，離開咗大灣區咧，就未必合適啦。所以咧喺新界東、新界西，政府係咪要有新嘅產業園區，好似佢哋去推呢個明日大嶼咁大嘅魄力咧？咁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咧，無論喺嗰個節目上面啦，定係今日咧，我都仍然認為我哋仍然係要鞭策政府俾啲壓力。係，唔係咁？既然你講到鞭策咧，我成日都話我哋即係鞭策人之前都鞭策自己嘅，我哋 QC 下自己。即係今日講嗰個土地即係大辯論嘅報告啊，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即係往後繼續去思考，或者等大家觀眾同我哋一齊思考啊。因為我頭先我自己 QC 咗啦，冇講呢個粉嶺高球會，或者踢爆粉嶺高球會點解唔肯放嗰即係舊場嗰邊？我覺得我滿意㗎，但係你係即係。專係做經濟學研究呢方面㗎嘛，土地嘅經濟學㗎嘛。我又唔敢講啦。你點 QC 啊？但係我覺得第一個 QC 咧就係話阿黃遠輝先生阿 Stanley 啦，容許我親暱啲咁稱呼啦。咁咧就我覺得佢今次咧充分顯示佢嗰個政治智慧嘅。所以有報紙話阿林打係咪將佢嚟草船借箭咧？好明顯。就算佢係草船借箭咧，佢都係坐喺入邊嗰個諸葛亮嚟嘅，就唔係成身箭咁樣樣。咁尤其佢提到一點啦，我覺得好重要嘅。佢話咩咧？就係話，其實呢啲報告頭先有邊成講嗰炸選項咧，八個又好，十八個又好咧，其實都係乜咧？其實都係我哋嘅即係所謂嘅主流嘅民意嚟嘅。但主流民意咧，呢個係一個客觀嘅陳述啊嘛。但係主觀上咧，所謂要形成共識咧，嗰個就係潛台詞就係呢個政治嘅工作。呢一點咧，可能就要交翻俾林太或者交翻俾司局。咁你意思即係話嗱，我啊幫你收曬料㗎啦，啲人 buy 唔 buy 就靠你自己政治家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既然係咁咧，我今日只黑豬啊，我送豬應該係咩咧？就係香港人應該開放啲思維，思考下自己嗰個生活係想點，唔好淨係話我淨係上咗樓啊夠，上完樓之後你想點？你講唔講到俾政府知咧？